你知道飞机上的毛毯多久洗一次吗？哎，空姐你好。你好，这边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？给我一下毛毯吗？我等等。好的，我马上去拿，谢谢。女士，你要的毛毯。哎，你还是别盖了吧。上次我在抖音上面看了，飞机上的毛毯半年都不换一次的，可脏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哎，空姐你好，那个我突然饿了，我还给你。嗯，好的。一般飞机着陆后会对毛毯进行更换，送去清洗并且消毒，所以网上说半年更换一次的说法是谣言哦。